白小姐，自古以来，我只知道以酒助兴，还没听说过以茶助兴的。白小姐今儿又是茶到又是见到的，可我林某人还真是附庸不了这个风雅。 哎呀，看起来白小姐对酒很排斥啊，这未免太主观了吧？你把这个酒会改成茶会，这个理由似乎很充分，但是对我来看呢，你是缺乏对我们大家最起码的尊重，而且很欠诚意。哎呀，这个林总，您误会了，这个白部长真的是一番好意。哼。 上次你和白小姐演的那双簧不错，不是，林总，你怎么想起这事儿了？那也是个误会，你蒙我，这事儿我早就调查清楚，要不然当着大伙的面咱们掰扯掰扯。不，林总，您消消火啊，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。今天不是挺开心的吗？您看这个酒会已经改成茶会了，要不这样，您要是想喝酒的话呢？哎，我要是想喝酒，我就得滚蛋，是不是？林总。 您觉得我怎么做才会让你满意呢？哼，白小姐，您的剑舞的确实不错，要不这么着，你给大伙儿再舞一段醉剑，一定会别有一番风韵的。大家想不想看呢？想不想看呢？啊？怎么样，白小姐？<笑> 既然大家有这个雅兴，想看我喝酒舞醉剑，好，上酒。白部长，白部长，给我，白部长，白部长，给我，给我，别让白部长喝了，别让白部长喝了，他喝不了酒，问题不大吧？不，让他喝点儿。不是，要是喝，我陪您喝行吗？海量，海量，不是。 潇洒人间一剑仙，清明宝剑胜龙泉。管他张总、林总，都要低头求我呀！沙漠飞来一条龙，神来无影去无踪。今朝踏破峨眉顶，明日。 今天早上，我给你打了有100个电话来，干嘛不接呀、啊？前天晚上今天早晨，我都睡一天两夜了。哎呀，我这睡昏头。哎呦，好好好好，没事，救我，没事。妈，你找什么呢？ 找什么呢？屋里有男人的味道哎，怎么，交男朋友了？干什么的？多大年龄了？什么时候开始同居的？
说什么呢你？别瞒我，24小时之内，我和你爸三堂会审。您老说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，你是不是闻我这屋有酒气味啊？那是我喝的，不喝酒能睡到现在吗？妈还不知道啊，你根本就不会喝酒。跟客户应酬没办法。 您家就别瞎猜了。您放心，等我找男朋友的时候，一定第一时间给你带回家演过目。妈，我还要上班呢，等周末的时候我再去看你和爸爸啊。上班上班，你就知道上班。30好几的人了，不找男朋友也不结婚，你想把妈给急死啊？ 40岁，你还让不让我和你爸抱外孙子了？不行，今年必须解决。好好好，我一定去给你放心。哎，这个星期就跟妈去相亲去。哎，好好好，周六上午见一个企业家，中午是工程师，晚上是教授啊。周日上午见一个企业家，中午是形象设计师，晚上是电视台的记者。哎，还有嘞，下周末呀，电视台搞一个征婚栏目，妈给你报上名了。你想相亲把我相死啊？妈，咱俩能不能友好商量一下，将我真人大事推迟一年再说好吗？那怎么行啊？ 今年必须解决，明年我要抱外孙子的啊！白部长，老严，白部长。 你这喝那么多酒，没事了，酒醒了。我找你有点事，你过来一下。哦，好。白部长，喝总找你。一会儿再跟你说啊。哦，哎。 二舅，干嘛呢？找什么呀？没找什么。啊？那你发呆了？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有事跟二舅说。哎呀，没有，真没事儿。哼，明白了，是不是找男朋友了？找了，让二舅来给你爸爸管，没事。 哎呀，二舅真没有，要是有，还能不告诉您啊？哼，可能啊，没有。你在那儿啊，我以为逮蛐蛐呢，站半天。二舅，咱能不能不说这个？咱不是说好了上班时间不谈私事儿吗？哦，下班的时候我问你。